敢按了。好，那我们上一次基本上哇超可惜第九层，不过那是因为我自己失误啦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话跟喵哈来跟路人玩一下，听说好像这样就会变比较好过一点点哦、喔、应该。可是喵哈有说过有遇到一些很雷的队友对不对？我们就来看这个会不会队友比我们还雷。这日本人应该蛮好的啦，嗯，然后看一下下一个，快再来一个玩家，我们就可以 go go 了。哎，感觉其实连线还蛮多人在玩的，因为今天是平日哎，还是大家已经催你说快点开，有人呢？是因为大家已经现在已经放寒假了是吗？不知道哎，可是那个日本他们的寒假跟我们不一样啊。哦，搞不好他不是日本人啊，搞不好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啊。但四个人应该很快，我觉得应该吧，应该吧，就一进去直接面对队友在雷，对啊，不要闹，上一次是我雷，喵啊，走到地毯，我靠，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是我的问题，没有，你如果没走到地毯，我就还可以活，真的吗？应该吧，我觉得时间有点少哎，哇，这里就有鬼。那关真的是蛮麻烦的，我们要看一下第十楼到底在长什么样子。快速，所以以后看到那地毯，应该都要先把它吸爆。我说真的，这样就不会造成大家的困扰。哦，这边有那个，哎、欸，有人是被抓住了吗？没有，他应该是说这边有鬼哦，这边哦。不是，我那个时候一个打两只大狗真的很讨厌、欸。居然还有你！哦，我跟那头子鬼玩好久哦。没关系，你有很多队友。我觉得我们队友好吵、哦。我们是故意的啦、啊，他们已经刷怪刷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就在那边吵。啊，他们是那个啊，那个，啊，要我们先过去那个吧。那个？踩那个。踩那个应该两个人就好了吧？没有，全部要四个人。哦，这没有盔甲哦。不是，他你四个人设定，他就是要四个人。哦。好啊，过去就过去啊。可是他们有在那边吗？不是啊，过去那个也现在也没干嘛啊。我们现在房间都去得了，干嘛一定要过去那个？中间的房间，哎、欸，他们有过来，你要不要过来啊？这路人感觉不靠谱哦。好了，我等下，我再打大狗，等一下。我来了 ，Wait me, I come。就等你一个啦，等你一个啦。怎么啦？我在为了这个团队努力，你在那边闹。哦，是这样的哦，太麻烦了吧？啊、不是啊，有人在闹，是不是？没有盔，有人没有那个啊？哎，大家都踩在上面呢、啊。哎，都放出来啦，好奇怪哦。不是啊，黄色的那个、啊，他没有站得好啊。黄色那边雷啊！杰瑞是队友在雷啊。哎、欸，这真的是没有沟通就完蛋了哎、欸！这个游戏，我觉得果爆我们这一关会先死掉。不是，我觉得第十层应该是到不了了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其实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哎、欸。我们前面，对啊，搞屁，是两个不靠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老手哦，他可以直接靠他自己了哦。真的你可以当做，你可以当做带新手啊。哦。老手靠一个，可是他还是要有人帮他那个啊，帮他踩那个按钮啊。哦，对啊，有啊，我们现在在带新手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可是两个人通到第九层，然后雷包的人呢、欸，自己败在自己手上，哇、哦，好可惜哦，原本这个可以赢的，我以后看到这个地毯，我都已经把它吸爆了，气死我了。这边吗？哦，强力吸尘器好爽哦，几乎都不用到方向键了。这边吗？不是，最右边那边。
欸，有一只鬼欸。不是啊，那中间那个紫色的在干嘛？他还不打，就他那边啊，就差他那边了。对啊，冲啥啊？喂，是不是那个啊？投资鬼啊？哦对，然后我进来他就那个，然后我把他抢掉了。哦，投资鬼真的很麻烦。耶，一楼。哦，感觉抓鬼的这个四个人真的是比较好，你就不用跑那么远了。那个橘色只有38分哎、欸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被绑，不是因为他 BN 呢、啊。哈，你知道 BN 是什么意思吗？知道。BN 就是白目。哈，你说 BN 就是白目啊？再加一个 W 嘞。BNW 是品牌、啊。白目 W。BN 真的是白目啊。就是假的，我知道。你在玩一些卡牌游戏，比如说《暗影十章》，然后你打了，然后你明明就快赢了，然后你还在那边就是故意不打死对边，然后别人就会说你 BN。哦，是哦。嗯、那我以后可以讲白目 W 吗？不行啊，你要被告啊。那怎么都是厕所藏鬼啊？哦，厕所藏鬼。哇塞，厕所住了四只鬼，干嘛一起上厕所啊？干嘛？人家也有想要一起上厕所的权利啊。我、哦、看还是有钥匙哦。哎，我找到眼镜，哎，爽爽爽！眼镜，哎、欸，不是八七哦，哎、欸，两个人，两、个人对撞还会跌倒哎、欸。哦，对啊。搞什么鬼啊？哦，又有钥匙关哦！对啊，可恶，被搜刮过。哇哦！我拿到钥匙。哎，素瑶，哎，其实我觉得他四个人其实鬼也没有变比较多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我之前有遇到一个雷队哦，他拿着钥匙哦，打死就是不去开门，然后跑去别的地方。那完蛋了，我觉得钥匙应该我们两个人拿。我不信任那个 BN。是大鬼吧？我不信任那个 BN， 我很想信任他，但是我他的名字已经告诉 我不该信任他了。我觉得目前就是之前打过之后，我真的觉得最麻烦的大概。就还是那个第五层的那个红色特殊鬼。哦，对啊，那真的会比较真的很快，麻烦很麻烦，而且我们死了超多次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躺赢还蛮爽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冲杀、啊，不是，怎么会有这个？啊，有箱子怪哎、欸，箱子哦，对啊，啊，箱子怪也算幽灵吗？他不算，他是干扰了。Oh my god！谁啦？真的是那个 BN 呢、欸、？BN 我的鬼卡在卡住了、欸、，BN 好惨！哎、欸，鬼卡在墙壁里、欸，吸不到。放他出来啊！不是啊，他出不来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完了！我跟另外一个人，哦，有，他出来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那个了。啊，怎么有一关的鬼没有吸干净啊？有一关的鬼没吸干净，也太雷了吧？啊，干嘛？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左中那是谁吸的、啊？为什么没有弄干净啊？而且是不是因为我戴眼镜，所以才会有那个幽灵箱子怪啊？啊、对，你会看得到它。哦，我是要无敌星星呢，那干嘛？你可以直接撞鬼。我现在在开趴、欸，你遇到鬼直接把它撞干净。真的、哦？永久的吗？没有，有时间的，你快点进去撞一撞，撞鬼喽！不是啊，是投石鬼啊！难怪他不打，难怪他不打，难怪他不打，你是被戳到焦点了。哎呦，
很机车哎、欸，剩下在这啦。哪里？这个啦，要开锁啦。我知道啊，叫他们过来啊。我觉得他们不会过来、欸。怎么办？我们要不要来害死？哦。狂喜屏。哎、欸，至少 B 验过来了，那个粉红色的不知道在干嘛啦。纸张啊，快来啊！你可大哥，三几秒你喂，他卡住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哦、oh, 哎，来了来了，哎、欸，这个来了可能没哦、oh! ，靠！我以为四个人很轻松，看没有哎、欸，没有，哇，还是那个来不及喽，看箱子看有没有拿到时间，快快快快快，哇，没有都没有时间，开，差一点，哎、欸，过了过了。哎、欸，真假的，好猛哦、喔！没有，哎、欸，失败，失败啦！哇！哎、欸，对，是雷，真开机了啊！我觉得你刚好遇到雷队友。